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小龙的同志 CK。咁今次咧就同大家睇一个地铁商场上盖嘅屋苑雨晴轩。咁呢个两房咧通常系作为上车盘嚟推介嘅。今次同大家睇一睇呢个单位啦。呢个单位咧最大嘅特色咧，其实就系佢有一个非常大嘅大玻璃窗喺客厅，咁令到成个单位咧个采光同埋景观咧十分之好嘅。咁同埋呢個單位咧，就私隱度非常之高啦。佢個客廳同埋嗰個兩間房係比較分明，比較遠少少嘅。好，大家可以望一望呢個景觀啊。咁我哋而家望得到嘅景觀咧，其實基本上係永久景嚟噶啦。業主咧就十分之細心嘅，佢咧就做咗少少改裝嘅呢個單位。咁例如廚房的門本身是木門嚟嘅，咁業主改翻咗玻璃趟門咧，會非常之實用嘅。咁洗手間嘅話咧，本身原裝就係浴缸嘅，咁而家業主就改翻做企缸，同埋加裝咗智能馬桶嘅。咁呢一類嘅單位咧，通常作為因為佢個私隱度夠高啦，咁同埋本身個景觀啦、採光度都非常之好啦，咁作為上車盤都非常之適合嘅。好，如果大家對呢一類嘅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諮詢我啦，我又可以更多筍盤介紹俾你。